好，今天呢是中国共军呢环台军演的第二天，记者呢一样呢是在小琉球这边来为您直击现场的一个状况。那其实呢最早呢从东港来的船只呢7:20的船呢已经抵达到了小琉球，可以看到还是有许多的游客抵登岛，来看一下最新的访问。今天会出海吗？不会，因为七月农历七月不太会出来。好，你们行程都很早的定？上个月就定了。有些游客有取消？对啊，有朋友没有来的。有朋友没有来啊？今年的关系，所以没过来。是怎么说？他们会觉得不要冒这个险，对啊。但是你还是要以行动力挺小琉球。对，还是会力挺的，不怕。好，据海巡署昨天的统计呢，其实昨天呢登上小琉球的人数是2800多人，跟上礼拜同一天比呢是比较少许多，但当地的居民认为呢，其实跟农历的七月或多或少会比较有关系，那跟演习应该也多少有一点影响。而对于渔民来说呢，其实这几天呢因为怕影响航行呢，所以呢其实这几天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先暂时不出海为主。以上在现场的最新状况交还给同类主播。